在我又来到了西昌，今天嘉哥的这个记录呢也是要拍一个 vlog。有点黑，那调亮一点哈。哦，太亮了，这样可以看到你，我都不清楚你们能不能听到我说话。在镜头里看着我这新染的刘海特别像阴阳头，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只染了一点点。今天飞台州，然后去央视跨年的一个晚会，人生中第一次去台州。在家的这段期间呢，嘉哥一直都是吃的比较低油比较低脂的一些食物，今年咱的这个录制千万不能胖到像去年那样，所以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克制。快帮我拿一块，我要梳个头，突然总感觉我的头发在打架，好长，长了都没法跟你的脸同框。因为为了方便去滑雪，我接的长发。因为我发现前段时间我自己在雪场的时候呢，滑雪就是帽子啊，还有装备一戴，我就发现我的头发就没有了，头发那个长度还不够，有那种飘逸的感觉。然后我就接了头发，想要戴上雪帽，戴上面罩，然后也能认出我是一个女生。然后调染了几根小黄毛。好了，你们一会儿飞机上见吧。应该听不到我说话了，快要。到台州了，下了飞机，马上要去上个厕所，水都没敢喝，酒店见吧。非常顺利的到达了酒店，多多补充维生素 C， 维生素 C。好饿，想要吃饭吃饭吃饭。今天没干啥，那么累的。在家吃的有多健康，在外面吃的就有多哦，不像人。这个真的油炸，回家继续健康。好了，干饭时间呢？再见。真的是。我们今天中午的中餐，等一下吃完中饭我们就要去彩排，彩排完就回来化妆。今天中午我吃的是瑞幸咖啡。这都是他们的，不是我的。好的，马上炫完。这个是叫咸鸭蛋肉松披萨，咸蛋黄，然后咸蛋黄肉松披萨。我点了一个鸡肉丝荞麦面，加了两个鸡蛋补充蛋白。这个一看就肯定不是我点的。我点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韩式照烧鸡腿藜麦。咋的，长得差不多呢。好啦，我们要开动了，开始吃饭。喵喵喵！先放给他吧，稍微快一点。可惜我们的郁可唯老师，其实他的房间就在我的旁边。But 今天这个新闻我要说什么呢？就是，他虽然是挂着郁可唯的名字，可是他并不在房内。我们住在同一个酒店，可是我们并没有决定。对，就是这样，严禁。我就在那拍 vlog， 然后我说我们住同一个酒店，但是我们没有见面。我们现在呢演完很久很久了，然后坐在这里唠嗑唠了半天，现在决定做一件事情，就是租车明天去国清寺租给叉叉。哇，今天头发好卷，怎么办？我不想洗头。
我接了头发之后，洗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作。不，洗头不是个很大的工作，吹头怎么样？嘉哥是否洗全头？让我们明天看看我的 wave 还在不在。他要是还在的话，代表我没有洗。如果他不在了的话，那你肯定不洗。就代表我洗了。对啊，你肯定不洗啊！你都这么说，你肯定不想洗。你这样前面的铺垫都是为了你不想洗做准备。来，同志们，如果在我的弹幕上扣一，就是让我洗；扣二，就是让我不洗。好了。明天再见吧。当我写下睫毛膏，脱掉高跟鞋的脚，是否还能站得高？让一天掌声变少。歌词什么来着？忘记了。好了，可还有人对我笑？晚安。好了 ，Good night, everybody。我怕三个豆浆太多了，我就点了两个。然后是年糕里面有馅儿，说是这边很著名的，是这个，怕一个不吃不完。这个是什么馅？猪肉，对。嗯，哇，好神奇的味道，哇。哇，这好好吃。这个确实有点好吃。如果有人要是来了泰州的话，一定要吃这个。让我尝尝这个绿豆粉。哦，酱油兑白水。起来就像红薯粉，来一人一个鸡蛋补充蛋白质。我把这里面剩下的东西，这个非常的满足。好了，我们已经回到了酒店，然后还是要跟大家交代一下，刚刚我们去的那个金寺就是比较原始的一个寺庙，原来它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然后僧人们也没有给它进行那种精美的包装啊或什么的。很开心刚刚在寺庙里面有看到两只松鼠，然后有一只松鼠还在树上啪一下把那个苹果从树上踢下来，然后还看到了很小的一个池子里面看到一条娃娃鱼，然后那边那个桥我们从出口走出来之后可以看到的那个桥的风景也非常的好看。今天有点阴天，然后正好去到的时候太阳又从那个云缝中又这样偷偷溜了出来。这一次台州也吃到了很多好吃的，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台州的魅力吧。那这一次嘉哥的 vlog 就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希望大家可以看嘉哥的 vlog 看得开心，然后记得一键三连，我喜欢记录生活跟你们分享，拜拜。台州 ending。